早前嗰個通脹上嚟咧，好大程度上同翻中東地緣政治方面嚟講啲關係。咁因為當其時大家知道個油價方面最高去到87蚊嗰啲位置，咁本身嚟講，咁因為以衣服勢方面大家有啲擔心啦，咁都唔知會唔會打仗嘅咁樣，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有啲保留。但係琴晚方面嚟講，你見到啦，都喺83.96嗰啲位置。咁當然其實跌唔係跌好多，咁見到佢80蚊都有一個幾好嘅支持喺度。咁但係始終其實調翻轉頭就即係少咗啲藉口俾佢啦，咁變咗嚟講咧，就講緊嗰個商品價格方面稍微叫温和翻啲。咁商品價格温和翻啲嘅話，對通脹都會有啲幫助喺度咁樣嘅。咁變咗嚟講咧，就呢個大家投資可以留意。咁但係其實咧，亦都真係一個問題就係、是近期咧，即係啱啱因為 G20 方面嚟講有個財長會議，咁啲財長依家都好似集體喺處埋怨緊阿耶倫咁樣。咁因為其實講緊咧，佢啲貨幣政策咧，即係講緊。即係搞死人，佢哋覺得就嚇，因為點解咧？佢一個人獨強，啲錢全部走曬翻去美國咁樣。其他國家方面嚟講，大家喺度釣緊鹽水。咁眾所周知啦，歐洲國家好多都係雖然個股市創新高，但係個經濟方面嚟講，可能都係負緊嘅。其實講緊嚇，咁所以邊嚟講咧？個怨聲方面嚟講幾大嚇。咁到時到底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？大家要拭目以待。咁但係我自己個人覺得，始終咧嗰個通脹方面嚟講咧，要再大幅上升方面咧，我自己覺得就未必好容易。同埋其實講緊咧，美國唔係冇辦法嘅，不過佢自己依家咧有少少執著，咁執著咩咧？執著就同特朗普當年一樣啊，將啲廠搬翻翻去美國。咁老實講啊，美國不嬲眾所周知啲勞工成本貴噶嘛，你淨係搞掂佢啲工人方面嚟講嗰啲嘅，即係嚇啲工會咁，你已經有排搞咁樣上嚟實嚇。咁啊，如果最簡單咧，就係講喺美國請個工人方面嚟講去裝冚一部車咁為例咯。咁佢哋其實佢已經個時薪方面嚟講3-400蚊嘅時薪。咁調翻轉頭咧，就講緊如果你話喺中國內地咧，即係講3-400蚊係一㗎啦，咁樣上嚟實嚇。咁所以邊嚟講咧個差距太大，所以其實嗰陣變咗對於翻嗰個通脹方面有啲壓力。咁的確的而且確嘅，見到佢哋美國嗰邊嚟講咧，即係嗰陣人工方面唔係加好多，但係嗰陣嗰個人手方面都比較短缺喺處咁樣。咁所以變嚟講，我諗係3%，即係講緊3%嗰個遊走啦，3-4% 之間遊走咧，我覺得機會係比較大啲嘅。其實嚇，呢個其實嗰陣好難一下子改變到。咁而嗰陣租金價格方面咧，近期見到又和翻啲嘅，忽翻少少嘅，但係講緊暫時都仲未可以完全話講。即係嗰個嘅美國房地產嗰邊去翻穩定，咁所以結果嚟講係咩咧？結果嚟講咧，我自己覺得咧，去2% 咧，呢個就好似唔係好實際咁樣。咁但係調翻轉頭咧，如果你話講緊係去翻到即係大概3% 加減，咁其實嗰陣就本身嚟講咧，我覺得就都可以有咁嘅機會。咁而今晚方面佢就 PCE 出啦。嗱，今晚方面預期好樂觀嘅，其實講緊係嚇。咁 Core 嗰個咧，咁只係預期到去2.6嘅啫，其實嚇。今晚方面拭目以待啦。咁因為講緊咧，就本身如果今晚呢個數，真係好似頭先出嚟上季嘅數咁樣啦，去到三樓上咧，咁市場方面講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一個嘅擔憂喺度，而會唔會未來方面真係要加息啊？咁樣其實講緊威廉斯啦，彈咗佢話加息出嚟，咁樣大家好似有啲驚驚地咁樣。咁然之後講緊咧就 call 嗰個2.6啦。咁而如果你話大數方面嚟講，都係計翻2.6，都係由跌轉升翻，因為之前係2.5嘅其實嚇。咁啊按月方面嚟講持平啦。咁呢個其實講緊對於今晚個影響好大嚇咁樣。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會唔會滯漲咧？應該機會就比較細，因為美國經濟方面嚟講都係算係比較強，但係講緊佢一個可能比較好啲，但係其他你見到歐洲或者講其他市場咧，可能都會比較波動啲。債券市場咧真係好似翻嚟啲期貨市場咁樣，因為其實債券市場今年年頭咧，隨住大家預期話有6次機會減息啦，咁的而且確講緊個機會率最後結果依家大家知啦，其實嚇唔好話6次啦，其實嚇4次都冇嘅，講緊依家3次又冇，甚至乎一個人1次，1次大家都擔心緊可能冇。可能要加息咁樣嘅，所以變咗嚟講咧，個債券市場方面嚟講就有啲嘅波動喺度啦。我自己個人睇法方面咧，依家上翻係4.7啦，唔覺嚇，咁的而且確就即係都升得算係幾快下咁樣。咁未來方面嚟講，有冇啲咩位置大家可能要留意翻啊咁樣？嗱，最基本咧，其實因為債息咧喺5厘樓上，10年期嗰處咧碌落嚟嘅，咁依家近期方面嚟講，輾轉爬翻上去。如果係你話講緊個股市大冧出現一啲大問題嘅話咧，正正就係講緊係呢個5厘位啦，其實嚇咁。5厘位方面講，大家會比較關注啲。咁但係上5厘之前咧，咁其實嗰陣喺呢個嘅上年12月23號啦嚇，嗰啲位置5.02厘嗰啲位置啦嚇，大家記住呢個位啦。咁呢個位方面講，千祈真係唔好上翻去。上翻去嘅話就危機比較大少少咁樣。咁啊，嗰陣暫時嚟講咧，4.7厘咁會唔會谷到上去咧？我諗4.8厘先可能會有一個初步嘅阻力喺處咁樣。咁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可以留意翻。咁啊，一下子上我覺得就機會比較細。你見到近排都係慢慢爬嘅，但係始終嚟講咧，對後市方面講都係
有個隱憂喺度啦。因為嗰陣如果債息方面太高，啲人會咁諗嘅，我買債好過啦，我唔買股票啦咁樣嚇。因為其實股票方面嚟講，dividend yield，咁你而家美股方面嚟講，嗰兩三厘，咁老實講調翻轉頭，我買債券我有五厘咁樣，乜都唔使做咁樣嚇。咁等同於當年八十年代初啊，福爾克加到20厘嘅，去唔買股票幾時有20厘息？20厘嘅息，第一，第二樣嘢個股價幾時先升到20%？同埋啲企業仲捱唔捱得到都唔知道，咁所以嗰陣時啲人又係啦嚇，棄股重債咁樣，嗰啲股市方面嚟講跌曬落嚟。咁所以其實未來方面都留意呢一樣嘢。但係我自己都有句啦，我都係好有利嘅。其實我自己都係覺得咧，就本身嚟講個債息方面，你話要大幅上升咧，我覺得機會都係比較細。近期方面係美國政府有一樣唔好處咧，即係呢個亦都係頭先我講到咧 G20 方面其他財長嗰啲嘅埋怨喺邊度咧？其實就埋怨佢哋咧，就講太多財政政策，即係又派呢樣又派嗰樣咁樣嚇。啲美國人啊講緊係搞到唔使做都已經可以嚇，疫情嗰陣時嚇又派錢啦，咁跟住近排又話想派嗰啲嘅學生啲光窿啦，其實嚇咁幫佢哋闊面啦，咁變咗嚟講咧就即係佢哋有錢派嘅，但係調翻轉頭其他國家冇啊嘛，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，呢處係一個問題，佢哋啲錢亦都係借翻嚟嘅，強調翻一樣嘢嚇，咁借翻嚟借咗翻嚟咧，咁佢哋又要發多啲債咯，咁發多啲債嘅時候咧，咁其實淨係今個禮拜又講緊係呢個嘅千幾億債咁抌出個 market 嗰處咁樣，咁你其實長此以往方面嚟講都唔係一個辦法咁樣，咁呢個就係民主政治咧。佢哋為咗攞選票啊嘛，其實咪不斷派錢咯。其實講緊係嚇派錢方面買選票咯，用公家嘅錢去派錢出去咯。咁所以未來方面嚟講咧，即係呢個都要留意住嗰個債嗰個供應咯。其實如果債個供應方面我比較多啲嘅話咧，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。但係暫時嚟講咧，我都有一句4.8應該係一個幾好嘅支持喺樹咁樣。咁所以變咗嚟講咧，5厘暫時我未去到住。ETnet 专业版 HV2 股票报价系统，帮你洞悉大局，捕捉投资先机，即刻申请啦！